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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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一切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咱在座法师，啊，咱各位莲友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无量寿经啊，今日这个无量寿经是咱这学期吼，啊，这学期的最后一节课，那最后一节课。那在这个无量寿经，在哦顶一节课呢，啊，咱介绍就到这个哦，关于世尊示现菩萨道，哦，示现菩萨道这个种种的这个过程啊，哦，那在无量寿经呢，尤其在这个版本内底啦，吼，特别介绍。世尊过去成就道业的这个过程哦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，也就是每一位要成就道业的，要成就道业，拢必须在这个人间呐、啊，三世诸佛呐、啊，该出现一世，该在人间成佛，不在天顶啊，不在天上成佛啊，也就是讲呢。在你开始发心发愿来开始学佛的时阵，你就必须要真清楚了解，就讲有三个我正咧甲自己安尼要求啊，有三个过程。你要三问什么？对，你要什么？你有什么？你要舍弃什么？对，吼，就这个机会吼，咱大家来分享这个观念。你要什么？你爱什么？你有什么？你会当舍弃什么？这三个的这个检验检查咱家己内心内底的种种的想法，包括咱家己的生活过程当中的需要具足什么，不足的所在，你要安怎去甲补充？譬如讲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以无量寿经来讲，是要爱咱每一位会用来透过修行来成就佛道。那我要成就净土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菩萨，乃至成就一位天人师成佛啊！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做清楚哈、哦！咱的目标定在什么方向？你的理念安住在什么所在，就决定着一个人的方向目标。比如讲修行，有的人选择出家，有的人选择在家修行，嘛是可以啊。并不讲在家就是正确，或者是出家正确。只要是三宝地主，三宝地主就有出家，要在家啊。啊，比如讲，哦，以我来讲，哎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。那么，诸位，你有什么条件才会出家？等一下讲对了，法藏比丘呢？伊过去是哪？嘛是就是国王啊，是法藏国王对不？他有什么？伊当然是有王位，有金银财宝，有真侪真侪。他有的，他有什么？他有很多吼、哦。有什么？啊，你有法度下去个？你有法度下度什么？连王位都有法度下度。好咯，那以我来讲啊，
啊，我要出家，我想我无啥物啊，没有什么。有的是一份道心，道心修行迄一念的信心，道心具足。出家啊，出家啊，上重要是你的道心有具足无，信心啊。那么你道心具足了后，你要下道的是啥？要下去到咱对世间的执着加跨海。那么就作清楚哦，选择了出家，你就要下去到世间的欲念嘛。伊直接就先甲你提醒着，你必须要下去世间的欲望，你才是真真正正一位在菩提道上要修行的一个佛弟子。你必须要记住，啊，咱在座呐爱在家修行啊，啊，我在家修行。我在家修行，你要下去什么？你有什么，你要舍弃什么？我在家，我嘛是一份对佛法的信心，对佛法的信念。那我要下去啥？在家，我在家修行，要下去什么？下去对我的执着，对我的计较。不是单出家爱安尼做，在家嘛是需要。为什么在家嘛爱下去着对世间对我的执着呢？因为你有这种的愿意下毒着世间的欲念，那么你要爱成就一个清净的三宝弟子，就容易记住啊。所以这三个过程啊，是会当讲结合着咱家己在修行这段期间一个看法。哦，会当甲大家吼来做一个分享，会当来参考你要什么。当然，咱要爱方向目标一定要正确。假使你要爱是这种个贪嗔痴，啊，你可能拢免下去啥物哈吼。是执着个太侪，那相对个你个因是恶因，伫了就一定是恶果，是恶因，那么所接受到一定是恶果。所以，咱目标方向一定要解清楚，好，解清楚。好，那么咱继续接下来，甲咱介绍吼，咱看下咱这个课本啊，咱这个经本第193页，193页，啊，193页哈。那在这个进前呢，介绍到哈，世尊讲这个哈，以一餐之令，也就是以布施的这布施一餐之令呢，哈。啊，灵主寿命哦，一百千劫。虽然以足少的力量，但是会当发挥到伊上界大的福报。你讲布施，以淡薄的力量，但是能得到大福报啊。像咱这个大家业尊者，大家是尊者，大家尊者呢？伊过去是一个安尼拍金仔的吼，即讲即拍金仔，即工人嘛吼。那伊是安怎有法度安尼成就遮尔啊好的即、這个即庄严的福报？而且伊的手啊，拢安尼合掌吼，拢是安尼握拳呐、啊，高压尊者。咱知影，就因为过去是，因为有一个。善者的这个女众啊，贫女啊，生活真困难。但是有一日呢，伊去到佛寺，看到这个三宝佛像的这个微干的这个莲珠啊，这个佛珠哦、啊，脱落了，还是一个用金啊所做的。那么伊就法官，伊希望呢用伊的灵力哦。会用来甲替佛祖来吼，即、哦這个安金啊，替这佛像来安金。那么好不容易啊，因为生活遮困难，好不容易呢去讲即个化缘，哦，有即个淡薄仔即个力量。那么有即个力量呢，伊就摕去即金仔店，要请人甲佛祖世尊来安金嘛。那么当时是拄好拄着这个家业尊者嘛，
家业尊者就来讲啊，啊，你生活就遮困难啦，啊，这起码你留咧身躯边，你得要改善你的生活。你有啥物唔好留落，家己好啊使用得，为什么你特别安尼个布施啊？你布施出去，你用不到，你的生活并无改变啊。啊，迄个女众呢，对佛法的信仰非常坚定。伊讲呢，我今生今世啊，生活遮困难啊，遮尔无智慧，乃至遮尔无福报啊，就是过去对供养三宝、对佛法的信仰呢，佮已经足少啊。所以今日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让伊来完成这个愿念，伊无惜一切代价，伊愿意安尼做。所以当初时个迦叶尊者呢，收到伊这一念的善心啊，感动啊，讲安尼好，安尼起码你出来，赶我出来，对啊，咧啊，布施无甲客人和这个的工资嘛，因为安尼这个善念又受到感动。所以来世啊，迦叶尊者的修行啊，伊的手拿一合掌哦，哇，就放金色的光芒啊，这个光呢，超过着其他的阿罗汉啊。所以释尊者讲啊，你安尼徛伫我边合掌啊，迄一挂光拢嘛你抢了了吼，以后你得安尼合掌一下，因为啥物？它的这个亮度太强了，当然你把那个很难看得到三宝啦。当然这是佛陀在世尊的在比如说赞叹的迦叶尊者这个宿舍这个因缘，那么因为他当作是这一个善念的力量，我都积聚到这么大的福报，所以在无量寿经讲的他一参之力能得受到八千万劫的无量福报，这是值得的。同样啊，我们学佛也同样啊，因为学佛有什么好改变？学佛一开始我们看到说今日咱学佛并无改变着啥物，并无改变迄个改变，但是时间若一久长，咱的习气、咱的种种的观念，会因为咱的时间的转念改变。比如讲，咱来咧种花啊、种树啊，咱逐工是毋拢压水，逐工拢压水，逐工压水，你逐工个压水，逐工个照顾，这丛树啊，伊就安啊，会平安健康大汉嘛。咱念佛就同款咧压水同款咯，每天你用好这个水分，每天咧持念佛号。好，我比如讲我今仔日，我一个月内底，我这个佛号要念十万句，我每天都固定的功课，一天一千也好，一万也好，我今日若念佛号一千句，我明仔再念佛一千句。虽然这个过程内底啊，这个时间可能曾经有小停过。无继续念佛，但是你今仔日来念佛的心，甲你明仔乃至后日要念佛的迄个佛号的心是安怎？是连续的，是连续的，是接续的。迄个力量呢，会慢慢啊影响到咱啊啦，行向正道啊，行向正道啊。那么迄个时阵啊，迄个心修行的心的力量就会愈来愈强。那有人就问啊，有人曾经问我师父啊。要安怎培养念佛的心吼？我其实想这个问题，我家己嘛在想啊。要安怎培养迄个念佛的心？为了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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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要安怎迄个念佛的迄个心的力量会集中啊，甚至会足之呢？迄个感觉吼。我最近那些想着体会着一个用意啊。就好亲像哦，咱若咧叫称呼人啊，叫人讲阿伯啦、阿叔、阿姨、阿姑，同款咧咧称呼吼，甲咱咧叫咱家己的妈妈，咧称呼的时阵，心念有共无？绝对无共哦。伫你咧叫阿伯、阿叔，诶，迄个心，甲咧叫家己的妈妈的心，虽然同款是一句话，妈妈。但是你叫一句妈妈的时阵，你背后的迄个心的意识是非常的清楚，是无任何一个人拢无法度来代替着妈妈的身份地位呢。亲生的妈妈吼，迄个心念是足真的。虽然我叫妈妈，迄个一句妈妈，迄个心是非常的真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任何人拢无法度去代替着伊的身份地位。
谁都代替不。